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你们好啊！今天呢，给大家整一点不一样的。大家也知道，开了公司嘛，不一样了，有员工。我呢，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礼品啊。所有的礼物呢，我都写在了这个板子上面。每一个员工呢，他会抽到这个板子，他不知道这个板子上面到底是什么。我呢，和其他的员工都知道，我们可以对这个东西呢进行一个出价。如果说他愿意的话呢，我们呢就会以出价的价格把那个东西给买过来，他呢也会收获到相应的现金。是不是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刺激的博弈游戏啊？在这场游戏当中呢，你们是赚还是亏，就要动一下自己的小脑袋瓜了。那谁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？先问一下，有没有电动牙刷？哎，年终奖，这是你的年终奖。他画了一个，不是我的牙刷画的不够好吗？电动牙刷是这样，因为去年年会的时候抽奖，确实有人运气比较闷啊，抽到了电动牙刷。我就告诉你，没有电动牙刷。什么电动牙刷过期了啊？哎呀，张哥，再差也不可能比电动牙刷差。可以，来吧，前面十个你随便选一个，点点。哦，别自己看啊，没看到。哎呦，刺激的来了，朋友们，他抽到的是什么呢？哦，这个东西啊，我觉得你也不缺。嗯，我呢出个友情价，500块钱我给他收了。那是肯定不行的，我出700。他们也开始喊价格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开始竞价吧。如果说你们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话，反正我出500，添加50，以后550，557，2000。哇，2000啊，2000啊。我觉得还可以，2300。2300，不要，2300不要。2300你也不要？不要。2500，不要。2500不要。3000，疯了呀！3000，疯了。4000，4000，成交，4000。再给你吧。不行，不能成交。反悔了。反悔了。不能耍赖的。4000块钱，道道，恭喜你。4000块钱买走了价值2000块的键盘，你现在把钱转给他。来了，我们的第一单交易成功了，我没有想到会如此的突然。支付宝到账，开始了。4000块，4000，朋友们，4000块钱，上来那么劲爆，我是完全没想到的。下面该谁呢？怕什么？你们这群人都不愿意往前走。你是想要钱还是想要东西呢？我其实是比较期待能够比较有意思的东西的。行，那你抽吧，好吧。每个都摸一下，感受一下气息。这个感觉不太对，这边感觉不太对。我决定选，你选哪个？选这个，选这个。OK。啊，我们先看一下，朋友们，观众先看。哦。OK， 兄弟们看一眼，看一眼，好吧。我只能说手气确实不错，我呢挺缺这个东西的。你挺需要的，对，生发素。我出个价吧，好吧，这个东西我出200块钱，我把它收了。两百我收了。那边有没有别的价格？500，再高点，再高点。六百，再高点。我出一个吧，我觉得1000吧，我觉得1000不能再多了，就1000了。什么东西啊？我会不会要用这个东西啊？我觉得可能用不上吧。什么东西啊？好好奇啊！我决定要这个东西。你决定要这个东西啊？啊，那我得加一加。1100块。那我也突然想要。4200。有没有二打头的？有没有二打头的勇士？1500。1501。不能再多了，真不能再多了。什么东西啊？真不能再多了。1688，吉祥一点。有没有凑一个吉利点的？2222的。我222买了，我就是二的。请问啊，1988。1988了，1988一次，1988两次，我2000。2000块钱不能再多了。2000块钱，要不然再加3天年假，我就半天，半天，明天上午一点来，可以，成交，2000，2000，马上转给你，王晨，你把5000买了送他，然后你又讲2000，你
相当于给了他7000。哎，我亏了呀！我自己买的，我还给你2000块钱。将近花7000块钱买了个扫地机器人。我想想办法，这个月扣他2000块啊！下一个，你去年啊，抽到了电动牙刷，我知道你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情愿，你看一下，你决定一下要哪个，你确定哦，三思哦。我今年只要比电动牙刷贵，我就赚了。OK， 你就赚了，500块钱我就能收手了。贵500块就能收手啊？后一个，哎，确定是这个啊？啊不啊！哦，哇塞，这个东西，你看他们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还挺想要的，说实话，这个东西不嫌多，不嫌多，而且还挺保值，还保值，对吧？我出1000块，1500，已经1500块了，曾老师，就不叫了，你们不叫了吗？快点，1600，1600支持一下，1700，2888，2000，2000块了，2600，2700，3000，最后一次3000，3000了，3500了，4000你能出手了。4200，4200，4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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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0，4
成交了啊，4200啊，给你看一下。不要了。不送，快点！我不送，我不送，快点！不送，不送，快点！把手机掏出来。我没有支付宝。哦，我打错了，都不是 Pro， 是 Pro Max。别说了。4200块，成交一部最新的 iPhone 14 Pro Max， 恭喜你，童老师，恭喜你收获了4200块钱。想开点，想开点。好歹它不是牙刷。接下来呢？我来吧。你来吧，你随便抽吧，好吧。这个吗？啊，确定了哦，不改了哦，不改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他抽到的是，哦，这个东西啊，对于我来说真没什么意义。50有点太低了吧？150，200，200也得，刚才都喊了4000了，你先喊200。你先不看你这玩意多少钱，你就我喊4000。还有没有更高的？500啊，500最多的了。你现在是选择要钱的，还是要这个东西？我要东西。你要东西。嗯。恭喜你明智的选择，再来一次。就我再抽一次吧。对。但是如果说这个再来一次被他们买走了，你就失去机会了。我就啥都没有了。对。啊，那我可以死了，我操。这个，这个吗？啊，确定啊。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二次选择是什么。噔噔噔噔噔。这个东西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什么用，到时候反正该怎么用的时候，我会跟大家解释的。这个我真的不好给价格，我觉得你们给价格比较合适。2000、4000，哎呦喂，4200，最欠五，我自己再添2000，4500，5000，5000，5000，就这个要到这个位，5000块钱吗？5200，6000，六千块钱，8200。啊，没必要吧？这个我真没想到，朋友们，这个东西那么抢手啊！8500，哇哦，9000，9000块钱了。你反正你现在决定你是要这个东西，还是要钱？朋友们，你们如果说换位思考一下，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说你现在这个情况，你是要9000块钱，还是要手里这个东西呢？9000，万一它是一个什么最大的大奖，你能喊这么高，而且毫不犹豫的，那肯定不一定，不一定你们喊这么高。但是万一我真卖了，我就亏了呀。9400，哇，好霸气！我操，9400块了，魏导，9400还没收啊？其实这个没不值什么钱，我就想花钱。你不。快点决定了，没时间等你了。我要卡，我不要。你要卡，我要卡，我不要。确定了啊？嗯，行了，你回去吧，回去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真的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确定。大不了就亏9000。恭喜你获得一张交换卡。啊啊！这个什么用啊？交换卡是这个样子的啊，你拿着交换卡可以跟场上任何的人进行礼物的交换，然后呢，被交换的那个人可以选，他还可以再次重新的。
抽取剩下的卡片，因为你没有礼物，就等于说是你又把位置交给了别人。哎，我的也可以交换呀，扫地机器人要不要？不要，我肯定换他的那个呀。这个人你就占过去了，你过去了。但是8200哥，那我手里有两个。但是他是要选一个的，对你选。不不不，他直接选。他直接选。但是你获得了一个再次抽奖的机会。你今天真的是大起大落呀，或者说刀枪。那键盘和手机你要哪个呢？好难选啊。当然是手机啊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回去吧，恭喜你获得一部 iPhone 13。人算不如天算。是这样的啊，因为他跟你交换了礼物，但是他没有礼物，但是你就是在剩下的当中你还要再抽一次，所以你有两次抽奖的机会。 OK， 我先用掉他的机会。你先用掉他的机会、嗯、好，你看你要抽什么，就抽这个了，那么果断、嗯、这是什么？哇哦哇哦哇哦，我获得的礼物给观众看一眼啊，我怕观众忘了。是这样的啊，交换卡交换的礼物你是要竞价还是直接拿手？竞价的。你竞价吗、嗯、我出一个价格，500。我还你1000。过圣诞节吧，大家开心一下。1300。1500吧。1500。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啊。1600。1600了。1600了。1600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给你加个吧。2500块。好吧。2500块。我2500。要钱还是要东西？现在我要东西吧。2500。对，我要东西。你要东西？嗯。哇哦，掌声！来看看那什么。止损。你为什么换两把剑？因为我们就五个人抽奖啊。还有一个奖，那天看不消掉。那我还有我的，你还有还对你自己的一次机会。嗯。嗯，看你自己的运气吧，好不好？这个东西吗？嗯，这个。确定吗？确定。你们在笑什么？我不好意思了，1000块钱吧。不再高一点吗？1000啊。1500吧。1600，不加了。1600。刚才那个2000我不要，这个1600，你觉得我要哪个？哦，我要东西。又要东西。要东西。3把键盘。这个总价6000，等，你总共花了8200，还是有点小亏的。我补偿一个，出牙器给你。啊，哦，这叫什么？叫一键三连。哇！好。剩下两个是一个投影仪加 Xbox， 然后这个。送给你，送给你，小赚，咸鱼还能赚一点，我们现在呢，其实还剩下最后一个礼物啊，最后一个礼物，我私下就让他们再抽奖抽掉了吧，好吧，因为我自己留着也用不上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